好，望住系咪呢个嘅阿巴甸街呢个 15 呢度成栋嘢啦，成支都系商业劈嚟嘅呢个。老实说，我收啲料都几准噶，4200就4200啦。今日报纸睇到啊。系大家早晨啦，而家系讲紧2021年4月23日星期五啊，朝头早8:32。你睇到《经济日报》啦，咁就讲起西贡铺王4200万就沽咗呢个上环嘅全栋物业啊，就系话咩近日啦，总之核心区嘅时候咧就全栋物业呢个西贡铺王叫做罗茂祥啊，唔好意思啊，我资历浅啊，我唔系太熟边个铺王嗰个铺王，但系原来总之呢个西贡铺王呢个罗茂祥啦，咁啊近日咧就沽出咗呢个上环阿巴甸街15嘅全栋物业嘅。成交4200万，之前有錄過條片㗎啦，就話咩低呢個意向價16% 咁樣啦，咁啊就話嘅總個報紙入邊嘅內容啦，又講話根據土地註冊處上環嘅阿巴甸街15全棟物業，建築面積2168尺，近日就4200万沽出，尺價就19373蚊，咁啊原業主咧就係呢個嘅 Earn China 西貢鋪王之稱咧嘅皮具公司老闆嚟嘅。咁公司董事就是罗某祥同埋余美玉啊，咁啊罗生佢咧就2011年2700万买入呢个地方，持货10年，咁就账面赚咗1500万，咁就老实说唔算多啦，2700万即系揸咗10年时间咧，你明啦吓，咁啊据了解咧。業主就去年中就開始放盤，當時意向價就5000万，即係話今次咧嗰個就比意向價咧就低咗16%。物業就樓高3层，連天台，距離上環嘅港鐵站啊、中環嘅站啊，分別係5分鐘同埋呢個10分鐘嘅步行啦。咁呢個就係今日經濟日報報導，之前有錄過條片噶啦，你睇翻我之前講嘅嘢 ，OK 嘅棟嘢。好，望住係咪呢個嘅阿巴甸街呢個 15呢度成棟嘢啦，成支都係商業劈嚟嘅呢個。商業契咁啊，罕有啦。阿巴甸街成日塞車啊，你知啊，又斜攞啊，又塞車啦，會係咁啊。不過就好多啲人咯，買喺度博重建咯，都係呢棟嘢整得靚靚地嘅，即係個門面整得靚靚地嘅，幾得意，幾 Q 啲，睇到開心。我望住呢度，啱啱收到風啊，就成棟就成交咗，即係懶係型啦，成棟咁啦，你明啦。而家就講緊係星期四啊，晏晝嘅2:04啦。今朝收到風噶啦，咁你注意收到多啲，早啲收到啲風嘅時候咧，好多時候都 send 出嚟9031433，你或者幫加你落個 list 嗰度啦。咁啊，中環阿巴甸街15全棟，咁啊，講緊地鋪咧就講518尺，一樓516尺，二樓就516尺，天台516尺，咁啊加埋上面嘅 upper 天台咁樣咧，就全部就係2168尺咁啦。咁啊話叫價就6000万，之後減價5000万，之後搞完一大轮嘢嘅时候，应该就成交咗啦。成交咗嘅价钱咧，就应该系4200万，咁叫做5层咁啦，即系天台当2层啦，会系。咁啊租嗰个 cafe 咧个回报咧就比较低啲，咁讲紧73500蚊，回报就2.1厘咁样啦，不过叫做型咯，咁你明啦。个 cafe 咧本身咧嗰时咧起租嘅时候咧，就讲紧系2020年7月1日，你记得啦，就比较即系嗰个比较 COVID 嘅时候肺炎啦，咁之后就去到2022年啦，之后就83500蚊就再续租去到2024年咁样嘅，咁呢个始终都叫做啦，邻近呢个就附近好多重建项目啊，大家都吹水呢栋嘢，咁样博收购啊，博重建咁啦，咁啊几型嘅成栋嘢，咁就望过下入边。原本业主咧就2011年嘅时候咧就3月份用呢个嘅2700万买入嚟嘅，咁啊叫恭喜业主啦，2100万买入嚟。咁呢栋嘢咧就2005年嘅时候咧都曾经成交过，就讲紧系620万，就好平嗰阵时候啊。好啦，恭喜买家。呢栋嘢咧点都叫做中环全栋啊，又比较型啲啊，近住喺九御坊嗰头嘅时候咧，都唔会话上到太上，所以我感觉都 OK 噶，唔错噶，一个6.5分位咧，即系听落都好听。呢数回报就低啲，咁啊等嗰时肺炎最差嘅时候签约啊嘛，冇计啦。咁我觉得全栋嘢嘅时候都比较唔好6点啊，7分啦，系4200万，你想买咩？中环全栋够晒位，各位买家。好，望住系咪呢个嘅阿巴甸街呢个 15呢度成栋嘢啦，成支都系商业契嚟嘅呢个商业契，咁啊罕有啦。阿巴甸街成日塞车啊，你知啊，又斜攞啊，又塞车啦，会系。咁啊，不过就好多啲人咯，买喺度博重建咯，都系。呢栋嘢整得靓靓地嘅，即系个门面整得靓靓地嘅，几得意，几 Q 啲，睇到开心。
我望住呢度，啱啱收到风啊，就成栋就成交咗，即系懒系型啦，成栋咁啦，你明啦？而家就讲紧系星期四啊，晏昼嘅2:04啦。今朝收到风噶啦，咁你注意收到多啲，早啲收到啲风嘅时候咧，好多时候都 send 出嚟9031434，或者我加你落个 list 嗰度啦。咁啊，中环阿巴甸街15号全栋，咁啊，讲紧地铺咧就讲518尺，一楼516尺，二楼就516尺，天台516尺，咁啊加埋上面嘅 upper 天台咁样咧，就全部就系2168尺咁啦。咁啊话叫价就6000万，之后减价5000万，之后搞完一大轮嘢嘅时候咧，应该就成交咗啦。成交咗嘅价钱咧，就应该系4200万，咁叫做5层咁啦，即系天台当2层啦，会系。咁啊租嗰个 cafe 咧个回报咧就比较低啲，咁讲紧73500蚊，回报就2.1厘咁样啦，不过叫做型咯，咁你明啦。个 cafe 咧本身咧嗰时咧起租嘅时候咧，就讲紧系2020年7月1日，你记得啦，就比较即系嗰个比较 COVID 嘅时候肺炎啦，咁之后就去到2022年咧，之后就83500蚊就再续租去到2024年咁样嘅，咁呢个钱都叫做啦，邻近呢个就附近好多重建项目啊，大家都吹水呢栋嘢，点样博手救啊，博重建咁样啦，咁啊几型嘅成栋嘢，咁就望过下入边。原本业主咧就2011年嘅时候咧就3月份用呢个嘅2700万买入嚟嘅，咁啊叫恭喜业主啦，2100万买入嚟。咁呢栋嘢咧就2005年嘅时候咧都曾经成交过，就讲系620万就好平嗰阵时候。好啦，恭喜买家。呢栋嘢咧点都叫做中环全栋啊，又比较型啲啊，近住喺九御坊嗰头嘅时候咧都唔会话上到太上，所以我感觉都 OK 噶，唔错噶，一个6.5分位咧，即系听落都好听。呢数回报就低啲，咁啊等嗰时肺炎最差嘅时候签约啊嘛，冇计啦。咁我觉得全栋嘢嘅时候都比较唔好六点啊，7分啦，7分啦，4200万你想买咩？中环全栋够晒，喂，各位买家。